火腿来了、哦，哎呦，这应该是有没有 goaltending 的问题？哇，应该是 goaltending 没错、啊，没错。火腿进来到篮下放进两分。火腿面对 BD 的防守，一个转身放篮得分。郭俊权一个假动作之后切入给到了，双手破篮，火腿。哇，现在真的需要包梦想家，需要一些这种激情啊！第一节最后的两分钟，火腿来了，放进两分，力道大了一点。吴松威拿到篮板球，哦，这球没有被抄掉。前面 Forte 来了，面对郭天元放进两分，轻轻松松，一个没有控球的阵容啊。是。Forte 来了，放个计算，再次 N one。所以哦，陈玉翰也要分担控球的一个责任啊。而且刚刚有 Forte 在场上，你还需要控球后卫，他一个人就把球从后场遇到前场了。哇，快变成宝岛梦想家的 LeBron 了！哇，李佳琦再来了！哇，这以玩 NBA Fantasy Game 这三个进攻篮板的分数不少啊！火腿又来了，轻轻松松给地板球给到 Edwards， 但是 Forte 补进两分，给到 Forte 到篮下去，陈玉翰切入之后的分球给了 Forte。吴松蔚拿了就起，啊，面包，哇呀，但是Forte拿了，好运还没走啊！哦，我们当然都希望看到黄奕豪不断的出手，而且吴松蔚一个假动作，这种三分，但是Forte在篮下拿到进了，补进两分，追平了比数，哇，Forte上篮得分，交换防守，现在 BD 守到了Forte，犯规计算。在场边呐喊，对，这个裁判其实犯规之后，他这个手一直举着，他不敢判。哇，在前防守，让 Forte 再拿两分，哦，造成了犯规。李佳欣再给到 Forte 一个转身绕进来，造成了 PD 的犯规。钱可尼还是找到了 Forte， 在篮下缴获的功力，哇，哇，真的，现在是要好好的防守了，所谓状况会比较好啊，哇， Forte 造成了犯规，要上到罚球线，今天 Forte 可以说是血汗工厂，他两天出赛了超过80分钟哈。反正其实全部跳起来啊，脸都歪了。来看到这一球，从后面抄球。我收回我刚刚没有主场优势这句话，现在有了，现在有了，现在前面十罚五中，五成命中率。今天爆炸了，一分